啊，我老是钓小的，你们都钓大的。来了啊，粉丝来了，全天四个粉丝。今天又看样子又是一个阴天。前面中也中了呢，又中了，像个猪头的，小鲈鱼啊都是。哦，这条挺大的嘛，30斤。钓小的，你们都钓大的。黑钓，黑钓，黑钓，拉过来，拉过来！哎呀，又一条黑钓！啊，这黑钓可以，呀，呀，进了。这边的鲈鱼大嘞，比下面鲈鱼大多了。钓黑钓啊，你啊，来，拎起来，再收嘛，再收，转环收到头，再收，
哎，抬起来，又是黑钓，你是黑钓大王。黑钓大王，谁都没钓到，就你钓了三条大黑钓。不下去吗？好嘞，收掉了啊、哦，收掉嘞，回去嘞，虾也钓光了，上没了，虾也全部钓光，你钓了几条？看一下，哇、哦，不错不错，黑钓钓了好几条，黑钓。好嘞，杆子放好啊。嗯，回去嘞，抓到这里来，抓到这里，抓到这里。回家，好，回家一个多小时了，跑得很远了，已经跑了很远了，跑回家要一个多小时，到家天黑了。货拿上去哦，好了啊，明天有十级大风了，碰撞球都钓好啊，码头缆绳搞好，回家，很晚了很晚了，六七点钟了已经，好了吧，好了，拐溜了啊，到家了啊，明天十级风，快递也没有啊、哦，快递船用不出去，这些鱼是粉丝买好的十条，他冰箱冻着，风停了，然后再给他发货。
哦，零下六十度的冰箱给它冻着啊，半个小时到老早就冻硬。零下六十度，这冰箱给它冻着哦，封后给它发货，两天的封，明天后天十几啊，又不能出海了哦，又要休息，又要大家说再见了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